这个更让人窒息了。输了也不丢人，我觉得我对面真的很强。值得的，值得的。他作为队长，我感觉他已经付出120%的精力、时间、努力了。他的膝盖有受伤，脚这边积水嘛，整个身上全是肿的，一摁一个坑。你别跳了。但是抱着他的那个积水的膝盖，就在那一遍又一遍的滑，彩排也从来就是说，没有说哪一遍没有不滑过。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。我觉得他就是付出最多的那个，帮我们每个人设计怎么样才能更好看一点，每一个小细节他都会去看。哇，真的，你只要点一下，我们就真的改好多东西。好喜欢你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谢谢你呀、啊，我真的把我们聚集起来。我们真的输得不丢人，我觉得我们输得不丢人，大家都有突破。妹妹不哭啊！我看到他们哭，有点想哭。跟你讲，败者不哭。现在反而有一点。这个劲儿要提前。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做这件事情。我来之前觉得我可以唱歌，可以跳舞，什么的都挺好的。我来之后我觉得唱歌也不好，跳舞也不好，长得也不讨喜。那舒婷同学，虽然我今年年纪就是也还挺那啥的，但是我已经在这行我也坚持了好几年了，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。大家都有最难的时候，度过就好了。有的时候真的得劝自己看开一点，你去过度拘泥于一个结果的时候，反而连你最喜欢的东西你都会丢，就是丢弃掉，都会失去。我就想说，就是只要多坚持一点点，你真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